玩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冠怡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带着大家来到非常熟悉的淡水。淡水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哦，而且自从啊，像这个捷运开通之后，带来了大量络绎不绝的观光客来到这里。不仅是国人非常喜爱的一个观光景点，同时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外的游客来到这边哦。那其实冠怡也常常来这个淡水地方出外景，不过通常都是蜻蜓点水一下，看看老街啊，或者是吃东西啊，喝东西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像周休二日，或者是你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候，可以来到淡水的地方，不只看到非常美丽的这个属于淡水河口这边呢很漂亮的景色之外呢，同时来到淡水呢很有名的一些历史古迹啊，包括像冠怡哦，从出生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红毛城，也不知道它的历史由来在哪里，还有很多像三级古迹的庙宇也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。同时来到淡水，大家一定要吃非常有名的阿给。可是到底哪一家才是最正宗，而且的创始店是哪一家呢？今天就跟着够好玩一起去寻你吧。来到淡水，如果没有品尝过阿给，就等于是虚晃一招。阿给几乎跟淡水是画上了等号，在淡水的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阿给的专卖店。而到底哪一家才是原创店？阿给它为什么又叫阿给呢？原来啊，阿给是一位受日式教育的老妈妈，有一天呢，在市集里面看到有个摊贩卖着豆腐里面塞了食物的东西，老妈妈就觉得非常的有趣，所以回家之后就开始试着创造属于自己的料理。油炸豆腐的日本话就是阿布拉阿给，所以街坊邻居呢就简易的称它叫做阿给。长生在淡水小巷坡里的老牌阿给创始店，正是这位创造出阿给的老妈妈开的店。阿给呢，从诞生一直到现在，始终保持着原貌。现在是由第二代的老板娘小阿姨传承了，更是将老母亲的好味道原汁原味的保留到现在。卖了45年的阿给，老板娘选择给阿给使用专用的冬粉，还有久蒸不烂 Q 劲十足。稍微泡软的冬粉呢，用特调的卤汁拌一拌，入味之后又非常的好吃。包在外头的豆腐皮使用了整块的油豆腐，而且还是淡水唯一一家用手工豆腐做成的，吃得到浓浓的豆香味。裹在外头的鱼浆加上了红萝卜丝，口味非常的鲜甜，健康十足。而民国54年设立在学校旁，成为学生们最爱的一个独特早餐。为什么在地人都只会选择这家老店光顾呢？许多老顾客都笑着说，这是他们从小念书吃到大的口味。即使是淡水到处开满了阿给的专卖店，但是呢，在当地人的心中，从小阿给的滋味也只有在这里找得到。在淡水，你可以选择品尝特色小吃，欣赏在淡水河畔的山水美景，也可以来一趟古迹的巡礼，更深入的了解淡水的地方历史。台湾早期移民必须要经过非常危险的污水沟，常常有不测风云，因此呢，大家上船渡海之前都会先到妈祖庙去拜拜，而妈祖呢，就这样成为台湾民间最普遍的信仰。淡水河是清代移民进入台北盆地的重要门户，淡水成为北台湾货物的集散地，而主祀妈祖的福佑宫呢，在清代中叶也成为淡水发展的重要起点。
在庙内悬挂在正殿前排中央的一个匾额，上面写着大大的“一天朝佑”四个字。相传是在光绪十年的时候，中法战争波及到了淡水，而镇台孙开华告求妈祖庇佑显灵，忽而仰望云端，似乎见到了妈祖在指挥作战，因而军威大振，大挫法军。经由巡抚刘铭传转奏了光绪帝御赐了一天朝佑的匾额，因此也成为了镇宫之宝。而福佑宫是北区最有历史的妈祖庙，两侧的市街是淡水最早的街道，但是经过了200多年的变迁，人事全非。不过福佑宫依然屹立在老街，妈祖娘娘也依然眉目慈祥地俯视芸芸众生，保佑着淡水的居民跟四方的游客。